袁主任可以跟袁主任上来这边好吗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的情形。各位绿嘉丽的伙伴及新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好。那这位是我先生，他姓郭哈，在18年前，因为在球场上打网球，就在球场上中风了啊。那当他倒下去以后，我们的家庭整个陷入了黑暗啊。那时候呢，我的女儿是女儿高一哈，我两个儿子，一个5年级，一个3年级。有没有面子？可以了解，因为当时先生这样的状况很心酸，还要带两个小孩吗？那我先生倒下去以后，在台大医院啊住了1个月，那之后呢，那我的他的婆婆啊，就是说你们还有他的朋友说，你回去你还可以上班呢，你还可以重新到你的岗位上去当校长啊。可是他知道他的语言啊受伤了，他说不出话来，他怎么能够再回他的岗位工作？所以在医院要出院的前一天，他又在那个台大医院又做了一次，害自己的举动哈，让他再度受伤哈。他的那个本来就是心情很沮丧哈，所以出院的前一天，他从那个4楼哈这样跳下来，还好那个晒衣棚架帮他挡了一截哈，让他头没有栽地啊，那就是他中风的右脚哈就摔到骨折。之后就再住了1个月哈，医生说不能再住了，要回家疗养。那我们就出院了。回家以后，先生就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了，因为他刚要去当校长，突然这样子摔下来哈。那他不能接受事实，也是在家里是做了很多让我们不放心的举动哈。那后来我们就是给他心理的复健，因为孩子还那么小啊，需要他。我说你在家里至少看着小孩进进出出，上学下放学哈。那因为我那时候我是在教职上班，所以我也不能够辞职来照顾他。那我的婆婆也是偶尔从台北回来来看看他了。那就这样子给他做心理的治疗很久哈，然后他慢慢能接受自己了。那我的儿子看到父亲这么年轻，43岁就中风了，所以他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学西医，所以他读了医学院，今年呢刚出来。那我的女儿是在4年前结婚了，那刚好也是嫁了一位中医师哈。那在一路走来，我先生从西医治疗哈，西医就是给他抗凝血剂、抗血栓的药哈，这样吃过来。那到了我那个中医的时候，我女婿就也是给他调理药，然后做针灸啊、推拿各种复健。他的那一只右脚呢，就是永远很肿胀，不能够走路，不能走多会痛，然后就是黑紫色的皮肤色哈。那之后在1年半前，我们认识了绿嘉丽的世爸哈，我就想说。我的上线是一个退休的杨老师，因为以前跟他同事过，就想到我先生中风那么多年哈，没有看到他很好的那个改善，所以他告诉我有这个绿嘉丽公司有这个示范哈，那介绍给我，我去听了两场说明会，我是觉得我先生需要，但是他不相信，那我就说我先来使用。当我在我的身上发现了很多的改善以后，他1个月后他才相信以后，我就赶快请他吃，是吧？那时候是333，每天9颗。刚开始吃的时候，他的脚更痛得他不能忍受，他想放弃了。但是我说这是最后的一个希望啊，你如果再放弃，你就将来就是这样子终身老死啊。结果他就忍痛啊，那我就给他说减量好了，先减成222，一天6颗，能够忍受那个痛苦以后，慢慢他能接受了哈，适应了，然后又恢复到每天9颗。那这样子2-3个月以后，他自己发现说，他的皮肤怎么越来越变成皮肤色了哈，本来是黑紫色，然后就消肿了，然后慢慢他。
他走路也没有喊说很痛很痛，也不要 每天经常去热水热敷了。那我们看到他这样的改善，那我们是希望他的语言能够改善啊，因为他之前讲话啊，就是想讲就讲到讲不出来，发脾气啊，情绪也不很好。那后来我看到说明会里面说活酶水可以帮助那个中风的老鼠啊，它的栓塞的血管可以打通到那个微血管去，让它畅通它的血液。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活酶水对它应该语言方面会有帮助，于是就连活酶水跟施法一起使用。这样子差不多三四个月以后，它的语言本来是讲不出的，后来变两个字啊，然后变成一句话。然后后来它以前他要叫他唱歌他都不要不要不要都推脱，那后来到了他的记忆力慢慢恢复以后，连那个他以前喜欢的歌词都能够背得出来了哈，不用看卡拉 OK 都能唱了啊。所以我发现说这个活酶水跟施法对他的影响啊，对他学业的改善非常的棒啊。所以我们就觉得他以前的人生啊是黑暗的人生，已经现在已经变成很快乐的人生了啊！我希望他能够越来越进步，将来自己能够上来分享，而且呢，这一只拐杖也可以把它丢掉了哈，因为那个骨骼哈，骨骼的生长哇，哇，很棒很棒。郭校长刚很可爱哈，刚刚讲到他肿胀的小腿现在消了哈，他就赶快一直要拿起来给大家看了。好，现在两只腿都一样大了吗？现在等他的右脚哈，因为骨骼的改善要3到6年嘛哈，3到6年。如果他能，因为他是萎缩嘛，然后长长一点，他能够平稳的走路，我就希望他的拐杖丢掉了哈。可以，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梦想啊。我1、2、3、4、5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以前他是就是不想不想再活下去了，这个才去跌。听说他自杀了几次？很多次了，很多次。好，什么都使用过，瓦斯也使用过。对，不过那已经是过去了，已经成回忆了哈。现在他对人生已经产生了希望，希望，所以也是绿嘉丽给你的这个信心嘛哦。所以听说之前哦，他很喜欢唱歌，可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哦，受到障碍，所以没有办法哦，每天很快乐的把他喜欢的歌唱出来。可是今天哦，他要唱一首歌给大家听。好，大家听听看，大家听得懂不懂？好不好听？好不好？郭校长，你要唱什么歌？唱什么歌？我多情的你。会唱的，跟着他一起唱哦。若想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。免怕伊听你讲心我的爱语，虽然是孤单一人，虽然是孤单一人。不过我是一种行的，妈妈请你也保重。障碍，然后现在竟能够完整的唱出一首歌。听说在前两次他上台在分享的时候，因为他唱歌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完整哦。可是我上次上个月，然后在这个月看到他又进步了更多。好，我们真的很恭喜郭校长跟岳主任，谢谢谢谢。